好的。明天如果不见不到阿山的话，我也永远不想再见到阿波跟阿文。三哥今天没来，看来今天你俩是不准备回去了。生死不负兄弟。还记得那一年，我和我的几个兄弟
怀揣着梦想，走出了自己家乡那美丽恬静的小镇。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快乐。来，兄弟们，大家伙把钱都凑凑，来来来来来。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好。大哥，我没钱。没事。包哥，三哥，啊，弟兄们，这一次跟我一起出门打拼，吃苦受累，不后悔吧？不后悔，不后悔。那就听哥说句话，咱们的钱不多，今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，咱们得计划着用。今天出门，咱们就不坐火车了。大哥，那咱咋去了？真的是一个比我们家乡大很多的大城市，这里有高楼大厦，有纸醉金迷，还有美丽的姑娘。给弟兄们好好接接风，想尝尝万把块的洋酒，咱们自己的地儿玩起来。走哥，玩起来，走弟兄们。别顾着自己喝，啊，来。哎，广东海鲜大酒楼吗？给我订一个豪华包房，要十人台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位子呢？这不是明显不给我面子吗？就这几个菜，是请大家还吃海鲜呢。老板，海带粉丝当七碗，包子馄饨随便上，算我的。你
大爷的，注册费又不想给了。家里要紧，老乡，娘娘。散花。你在三五眼里装散花，你骗鬼了吧你？朋友，我老乡欠你多少钱？380。这是260。剩下的钱还给你。老乡，我信你，说话算数，讲信用。走了，大款。小满，你跟我们说句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也不瞒大家笑话，我在这做这个经理呢，确实也不少挣。可是前两年他们带我去赌博，积蓄都输光了，现在还欠了不少钱呢。那这大哥大呢？这个客人喝酒喝醉留在房间里，明天还来拿呢。那这10000多的洋酒呢？那是客人喝剩下酒，我给你们兑的茶叶水。那你请我们唱歌花的钱，那是我下一个月的预支工资，吧台预支的。三哥，这我是待不下去了，这两天我去广州躲躲，等时来运转了再来见弟兄们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爱情海的老板已经说过了，你带着弟兄们接替我经理的位置，让你带着弟兄们受委屈了。你还欠爱琴海多少钱？以后我和兄弟们帮你想办法。你们给我记住了，咱们出来混口饭吃，不能让别人戳咱们的脊梁骨。老满就这样跑了，连给我们接风的饭钱都没有接。从此后，我们七个兄弟开始了在爱琴海的生活。三哥接替老满的职位，同时也接过了老满欠爱琴海歌舞厅的几千块钱的签单和外账。美女，陪哥宵个夜。今天晚上先宵夜，不宵回兄弟们。哥，不好意思，店里规定不准出去宵夜，哥您就别为难我了。给脸不要是吧？大哥让你出去玩还不去是吧？不想在这干了是吧？什么情况？让几位老板这么生气？兄弟，杨老满去哪儿了？小杨的欠我的钱该给了吧？黑哥，您放心，我三哥说了，老满的账我们认。您再宽限些时间，我们想办法凑凑，一定还给您。干什么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还住手！
住手！放下！放下！没事吧？黑哥，你消消气。欠您的钱，我们慢慢的肯定会还上的。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们，他们年龄小，不懂事儿，给我个薄面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好吧？给你个面子！哎，住手！住手！停！住手！我没事，已经这样了。是算了吧。钱拿的，去把头包一包。走。爷们儿，几个意思？没完没了了还？这片扫听扫听，还真没人敢拦我的车。想干什么呀？黑哥，没事儿。您的钱掉。再也不让有人欺负我的兄弟们！哎，好，来了，请坐，请坐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了，哎，坐了。要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来，喝茶，喝茶。前些日子的事情我也知道了，这个麻烦你了，好像你也受伤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哎，这个资料先拿来，拿着拿着。不行不行，老板，哎，坐坐坐坐坐。老板，是不是我们兄弟们给您惹麻烦了？如果是那样，我们可以走，我们工资也不要了，就当是赔偿咱们爱琴海的损失了。社会人士呢，老来咱们店里寻衅滋事，我也不胜其烦。
有些人呢开出条件要买我们的店，这个呢给多少钱我也是不会愿意的。三哥的做事呢我也放心，把爱琴海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你，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，咱们是君子的约定。这里就拜托三哥和兄弟们了，来干。三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为了爱琴海的老板。小龙说是三哥该是到时来运转的时候了，阿武说是家乡的老庙的神仙显灵了，但是自从三哥挨了那一酒瓶子起，爱琴海就再也没有人来捣乱了，一切显得有条不紊，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三哥来了。三哥，很久没见，别来无恙。飞哥，好久没见您了。来，各位，给大家引荐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爱琴海的三哥，咱们的总经理。今天在座的各位呢，也都是我们中原市有头有脸的企业家，各级的大老板。三哥，请。来，来，不说别的。咱就说那天，哎，兄弟，我佩服你，三哥，贡献了，仗义。说句实话呀，出来混了这么多年，走到今天，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他自己都搞不清楚。那天，我从你们哥几个那个眼神里边。还真看出点当年我刚出来闯的东西，有点意思。这样，改天找个时间，咱们哥俩好好聊聊，谈谈以后合作。哎，今天叫您来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喝点酒。您要是看得起兄弟呢，今儿晚上。咱爷们儿就别慎，多喝两杯，您看怎么着，三哥？好，来吧，各位。这样，既然如此，咱们一起共同举杯，跟三哥喝一杯酒，怎么样？来来来，好，来，好，好，来，第一杯一定要干啊，三哥，来，干，来吧。前一段时间，爱琴海的风平浪静，自此水落石出。原来有了黑哥的暗中关照，正所谓不打不相识，一笑泯恩仇。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，爱琴海的经营蒸蒸日上。我们七兄弟共同成立了一期娱乐集团，生意越来越顺风顺水，又和台湾商会达成合作，共同成立了联华集团，投资了多家大型酒店、豪华酒吧、歌城，我们七兄弟的时代来了。对，我们七兄弟在各个领域各有特长，然后感谢兄弟们，也感谢昆仑爵，感谢九十四元师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哎，您是七兄弟当中唯一一个从草根晋升到太极拳大师的，那能谈谈您的心路历程吗？其实我们七兄弟啊，也是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都是非常出色的。我们七兄弟的出身都是一样的，做到今天这样的成绩，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这样的故事，能够给更多的人赋予一些正能量。
呀，兄弟们都来了。哎，三哥，三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现在生意大了，大家伙见一面都不容易了啊。今天来呀、啊，要给大家说个好事儿。明天我闺女阿敏要回来了。哟，我，哎呀，你们也知道，前几年我跟你大嫂离婚之后，她带着她去香港打工，她心里面受伤很重，一直啊就在埋怨，和我不沟通。我想明天呢，还是你们去接她。好，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她从小就喜欢和你们在一起玩，啊，尤其是你和阿布，你们带她先去散散心，啊，先沟通沟通，然后我再去见她。靖宇大酒店，而且是三哥亲自设计的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还是以为是你设计的呢。啊，五色古香，走，感受一下。我要吃好的好吃的，还要去购物买衣服，快走快走。昏暗的灯光，清瘦的脸庞，你说因为男人你很受伤，点燃一支烟，借着他的光，我看到你脸上他给的伤，爱上任性的女人，迷上你身上那妩媚的香，就像
像脸上的笑颜，却忘记他对身体的伤。爱上任性的女生，多希望你能把过去遗忘，给你依靠的肩膀，你所有任性我担当。我开始变成你手中那只燃烧的烟，就像恋人心的你轻轻地将我含在中间，你的身子弥漫了我的双眼，空气的寂寞在悄悄地蔓延，你晶莹的气息缠绕在我的指尖，也许你不经意间的一个微笑，我就心甘情愿地回到你的身边。性格我喜欢，走喝杯酒嘛，给个面子。好，真干为敬。把我脸上的酒舔干净，要不然他们就刮花你的脸。住手！大哥，我不会太过分吧？阿阳哥，这是我三哥的女儿，请你尊重点。三哥的女儿，你讲什么道了？你放的怎么样？喝杯酒而已嘛，不会怀孕的。你试试。哎哎，你看现在怎么办？不要说我们人的欺负人情，看好啊，来。我先来。
阿敏怎么没来？三哥，我怕您生气，我今天没让他来。还知道怕我生气？夜店，喝酒，打架，啊，长能耐是吧？惹是生非，还能不能让我省点心了？三哥，酒吧是我带阿敏去的，而且是我们自己家的场子。主要是他们那帮人太欺人太甚了，这事儿与其他兄弟没有关系，要怪就怪我吧。三哥，这事和伟哥没关系，我动的手。三哥，我先动的手。我先动的。住嘴！坐那儿，抢功啊，有理了是吧？别玩一百，怎么的小啊？其实今次约你上来，有些想。龙哥，你是大佬，在江湖德高望重，我什么都听你，但最近有些人不听我，娱乐事业又被人垄断了，这么我一生被阿三个仆街搞到我们全家，我们的兄弟又怨平时西北风啦，阿友啊，你记住啊，阿三带住阿波阿君啊，七兄，人哋今日系玩紧正，以人为本啊，所有嘅嘢你要记住，今时今日再唔系学我哋以前咁打打杀杀，啱，行有行规，家有家规。你不要长他人自己灭自己威风啦！咱们现在就是做生意，啊，合理合法经营，得老老实实赚钱。咱们是习武之人，小时候怎么跟你们说的？这武德，这武德都忘了？练武是干嘛？练武修身。以德服人，那不是让你们动不动就动手打架。您别生气了，气大伤身。咱们是练武出身，那武功还是不能废。三哥，虽然我们都是习武之人，但是啊，这生意也得有人打理。我和阿伟瞒着您做了一件事儿，我们俩投资了一家拳馆，这股东就是咱们四位兄弟，他们在外面辛苦打拼，为了武术，为了功夫，寻找自己的梦想，这回到家他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。你们记住，你们身后永远有你们伟哥，还有我，还有三哥，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。谢谢波哥，波哥。客气什么？家业是我们兄弟们一起打拼的，不要客气，坐坐。三哥，现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，说阿东、阿阳那帮人要针对咱们。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，哥。我话你听啊，而家啲酒商、水果商、其他供应商都免费俾佢哋攞货嘅，但我哋点啊？我哋收货就要即刻俾现金，即系中间有人玩嘢啦，想我哋死啦！如果我哋再唔做翻啲嘢，人哋当我哋冇到啊！你都要记住，人哋都系诈紧我哋，你日日将所有嘅流水账收翻嚟，你咪攞晒放晒数出嚟？你有冇同人对过数啊？如果再咁落去，人哋好难同我哋合作嘅，通哥。咁你咪手指咬住，我梗唔会啦。仲有啊，上次佢喺度卧呢个场，打伤我哋十几个兄弟，呢条数都未计。仲有啊，阿伟，你知唔知讲咩？佢话你死老嘢回堂啊，咁系咪忍啊？
还没有人呢。OK， 我听日即刻约阿三叔，同佢坐低饮茶，慢慢再倾翻呢条数，好唔好？好。OK。OK， 最好咁。江湖虚梦，规矩当先。还是那句话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刀必出鞘。生意呢做得越来越大啊，挺忙的，想约你们喝杯茶这挺困难，今天有你到了。不敢当啊，大哥，您德高望重，我们做晚辈的就是混口饭。哼，吹什么天，龙我有没。阿阳哥，今天嘴巴这么臭，吃榴莲了吧？你什么辈分跟我说话？各位大佬，你们都看到了，三哥就一直以德服人的，大家评评理吧。大佬们在说话，有你们张嘴的份吗？有话来说，今天明人不做暗事，我把话说开。你们的厂子压了我们这么多年，我觉得太不公平。现在我们希望把你们的一方生意分给我，否则不要怪我们没有照顾到你。杨哥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嘛。这么多年了，咱们都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各做各的生意。那俗话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三哥，你这样说就说我们不上道。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公平一点好。不清楚东哥话里面的公平是什么意思？咱们做生意以和为贵吗？你这么说，这摆明是要抢了吗？切！陈老弟们，不服啊？就你家那操的，爷们儿，我们就是不服。怎么着吧？你他妈干我呀！黑哥威武！大哥，今天我们来是输有赢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第一个，你们的兄弟打了我的兄弟，这笔医药费也该好好说。第二个，阿阳说的话虽然有理，但并不是。我告诉你，邪门把这中人打了分。我告诉你，你也应该想想是不是拿出来给我们共享一下。你这么说，我们还有谈的必要吗？韦大哥，要不改天再请你们喝茶。告辞。方老师，哎，两位哥哥，这个打过武林风，那个打过昆仑决，拿过昆仑决的冠军，怎么样，两位哥哥？
好久没活动了吧？咱积极的拳馆上去活动活动，活动活动，好啊，活动活动，走。帝君。改天咱哥俩再试试。好啊。三哥待我们有情有义，这样的话您还是免开尊口吧。好，但是现在做不做不是你们说了算。今天我的兄弟请了你去喝茶，但是放心，绝对是安全的。但是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
担保，你们永远看不到阿明。我跟你明说，不要因为在你的会所你就 OK 了。我不管你兄弟有多少，后台有多硬，敢动动我阿敏妹妹，我一定搞你的事儿。搞你的事就不是事儿，一定是新闻。你看着吧。哎呀，我兄弟的话你也听到了，你敢动阿敏妹妹，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试试看。坐不住，你们自己想。你按照我意思去做，我就马上放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三哥，今天没什么外人，就咱们哥俩。我知道您不喝酒，咱好好喝一杯。背信弃义的事，是为了上位吧？三哥的名，我他妈是不想在这干了，要干你们的。一句话，三哥我必须找。兄弟们，这些钱拿去喝茶。都走了，现在就剩我们哥俩了。你给我讲句实话，三哥的事是不是你做的？是不是你做的？阿伟，有些事儿我迟早会告诉你。你别再逼我，别再逼我了！
天开始，我们恩断义绝。七怎么回事？七啊，不是你弄的，不是弄的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刚来的，我这七怎么回事？不是我们弄的。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赔得起吗？赔得起吗你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找我们？我们一直在找你啊。兄弟，是谁把你害成这样？是不是阿波那个人渣？我去宰了他。哎，阿龙，坐一下。兄弟，我带你们出来的时候，向你们保证，不管兄弟们做了什么，都不会怪你。不要去报仇，阿敏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！哎，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蹊跷。我在等着兄弟给我一个解释。我现在虽然苦点累点，只要兄弟们都平平安安，豹哥，玩笑开大了。你答应过我让老大消失，现在呢？我明白了，虎肉计，你玩我，我早玩死你！阿阳，做人千万不要太绝，我们是做生意的。这样子吧，你先把你放掉再说。你收爹啦！话之阿叔啊，而家边个挡我死边个啊？阿阳哥，这样，你先放掉阿敏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把三哥交给你，否则我把我交给你。是你最后一次。如果明天我看不到你，问三哥，就别怪我太缺了。OK。
小敏，把这块表和这封信交给三哥。事情了，赶紧去找三哥，走啊！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听话，走啊！什么意思？不把我当兄弟是吧？明天我们一起去。老大，明天如果不见不到阿三的话，我也永远不想再见到阿波跟阿伟。见字如面，我是那个让你们都信过又恨过的你们的波哥。前段时候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来不及也不能和你们几个说清楚。为了保住三哥和阿敏的性命安全，哥哥做了对不住大家的事情，但是这一切都是有苦衷的，我不能把事情真相告诉你们，请你们原谅。记着哥的一句话，从今天开始，替我照顾好三哥和阿敏，拜托了。
三哥，我是阿波，这辈子有幸跟你在一起。还记得您带着我们哥几个走了百十里的路，到了中原市。那时我们觉得，只要兄弟们在一起，再苦都是甜的。真怀念那时候的七兄弟呀、啊！刚来时，咱们没钱，为了我们，你背着所有的兄弟，把嫂子留给你那块陪嫁的手表都给当了。那可是嫂子留给你唯一的念想，我把它赎回来了。还有小敏对你成见太大，多给她些时间，她会懂你的。三哥，那天兄弟被迫扎你那一刀，比扎在我的心里还疼，那一刀一直折磨着我。今天兄弟，我把命还给你了。记着哥，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弟。岁月，岁月。
生。